导大家的讨论的氛围。对，然后呢，还有确实有一个问题是在变场这种情况下，不能以人数多寡来判断，千万不能说你们三个都赞同啊，那我不赞同，觉得是这样子。当内部的这种争议被对方嗅到之后，对方会以此来攻击啊。是的，是的，是的，直接拿那个梁威的观点来问肖阳，然后肖阳这个时候站出来说我赞同，那就得自己把这一点说一说，他心里没通啊。他如果说不赞同，对方就会一笑，你们商量清楚再来辩好不好？对对对对，说你们都窝里还斗呢，你剩下我们这边就不用打了，我就不断的挑你们俩的矛盾，让你们俩先说清楚，然后你们俩心里一慌啊，说不清楚是吧？你们自己没有理顺，好，听我们的一陈述，尘埃落定，慌不慌？我帅了啊！哇，陈明老师这段的身体语言真的非常棒，你不看他说话把声音瞄掉之后，肢体语言超级酷。呀！哇，非常精彩。其实我是一个变场 rapper， 绝对是这样的。舞蹈辩论。所以你看，真的有时候领导的风格跟一个队伍是很有关系。对，所以我其实能够理解到肖央的难处。首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司领导，对，他不拥有一票否决权，对。其次作为一个暂时的小组，他得听取大家的意见，嗯。再其次他并不确定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他只是觉得有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让大家来讨论是正确的，但关键在于他们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否他能够说服其他人你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比如说给大家来一起来讨论，你看看你能不能把我们三个人都变倒了，你要赢了我们就听你的，你赢不了那你还是要再回归到舞台上。是的，是的。而且他们其实陷入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他们准备辩论赛的时候就是不允许我有没有想到的地方，但是现在小梁的话他可能就是觉得对方一定会去准备这个，他们可能就忽略了其他的一些点，那这样子对于他们到时候上场的话我觉得是蛮危险的一个事情。是的，是的，嗯，我觉得要给点时间可能能说服梁威，但是他们现在看起来已经快要到八点了，似乎没有时间了。对，而且您没有办法预料到如果 Kim 到八点之后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Kim 也急了，说你们聊好了我也 drop 了。对对对对，以我的不算多的这个经验来判断，我发自内心觉得 Kim 内心有第三套想法，他就准备在八点一刻是说他八点都走了，他八点一刻怎么说？我发给你们邮件，然后我先走了。其实准备一场比赛确实问题会非常大，但是有的时候讨论是一回事，但真打起来也许是另外一回事。而且现在还不到八点，接下来晚上还会发生什么？第二天还会发生什么？我们也很期待。Kim， 回家，回家。八点，好期待八点钟哦。我好想去看看他们的准备呀。我在拜读那本小说。我给大家复盘一下。怎么？我觉得最好玩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的分组方式，它是用了一个 AIGC 的形式，你把每一个人的特点啊标签，对，标签化，而且是他们自己想。我一看来 AIGC 它还真不是瞎分的，这几个有逻辑吗？它有点逻辑。它怎么分呢？它会给你反馈一个这个它分配的理由。你们觉得更看好哪个组啊？他要这么分的话，我是投肖阳那组一票的。啊！哎呀，我有点受伤。肖阳那边的话，因为肖阳他之前做的研究就是知识产权的嘛，对，更适合就是一个稳定的发挥。其实肖阳他修的是知识产权法，简历的底下那个其实两篇就是 AI 的论文。那正中下怀了，可以啊。然后 Kimberlin 是昨天晚上就直接把我怼办公室了，然后我跟他说他其实是在哪一步出了问题，导致最后的结论出错了，逻辑链是完整的，说明他的方法没错。就是中间有一步那个理解上出了问题啊。非本意的，你觉得他杀是本意的，我愿意让他来杀我。我觉得他局限在了语言上，对，非本意的，他对这个中文的理解。然后我如果觉得他内部没有理解错的话，可能就没有胡明浩什么事儿了。对，他就是第二个通过的了。其实汪雨桐让我还是蛮有 surprise 的，我觉得他的解题思路其实是清晰的，分析还是比较全面的。对，梁威他的想法很活跃，思维是发散的，是帅的。帅，主打一个帅。
现在大家都过多的看重肖阳对知识产权这块的钻研和理论的研究能力，但是你一个问题，你明知道心里肚子里有货，你怎么表达出来？对，我觉得不能小看胡明昊在辩论中的大赛中的经验和这种控场的能力。在我的课余时间都用来参加模拟法庭竞赛，我一共参加过四次 Jazz Up 模拟法庭竞赛和两次冒中杯的竞赛。在2023年举行的 Jazz Up 国际赛中，我们取得了国内赛的季军，并且我个人取得了全球赛的前50强辩手。王凯还是比较有 sense 的，对，他说，哎，我觉得金泉那方好打。那第二组的组长，你有这个权利来选择持方。嗯，我可能觉得金泉会好打一些。张海相对而言，他法律基本功可能还有比较薄弱的一个体现。许文婷逻辑链是完整的，就是他的表述会是他的一个优势。但是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你在辩论上你很有气势，或者你很犀利，或者你的逻辑很好，然后另外一方可能被你压得死死的，但他就一个点守住了。法官听到了，法官从他的角度来说，我这个判决可以这么下了，台阶铺得很实了，所以可能是在庭审上，我们外观看上去啊不占优势的那一方，哎，最后赢了 case， 对，这是有可能的。哎，这么看哦，有点被说服了，感觉他们也不错。辩论这个东西，有时候有一个核心的人，有一个关键的点拿住了，就有可能会赢。从这个辩题来看啊，正方还是有天然优势的。你这种情况我就属于侵权，我只要坚守住实质性相似，怎么打我都打不进来。就是在没有新的立法的情况下，现阶段在中国想证明著作权侵权，还是只能用实质性相似和接触。就根据判例来说的话，就是使用 AI 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要件。他使用 AI 的方式就是让 AI 总结，让 AI 写，所以使用 AI 应该是对实质性相似做出贡献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实质性相似底下可以分两点，一个是研究他对 AI 发出的指令，第二个就是研究这篇小说，通过这两个来证明实质性相似。你们觉得呢？我觉得可以。胡明昊是个定海神针，他能收服他的队友，他一说完对方马上就围着一个方向再往前聚焦着走，但另一组就缺这样一个人。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神印江湖跟对他的实质性相似点。实质性相似，等一下，我觉得就是还是首先要知道什么样子的内容算是实质性相似。对，这个推理有三步检验法。第一个就是你确定一下这两个作品的相似之处是属于思想还是表达，然后第二步是这两部作品的相似表达是原作品独创的表达还是惯常的表达，然后是比较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这是一个就是推理过程。得开始写了，就那个12点之前得交完。我跟黄凯写第一盘，因为正好他看了那个实质，然后你们一人挑一个，你们俩一人写一个。可以，那我写第二拍呗，一般侵权。不用写很细，然后多留点时间，多读点东西。第一个就是几分，就算一个吧。小小的接一下，主要是怕你担心什么的。今天忙完了没有？现在在写东西呢。声音变了。男朋友吗？还是不要打。哎，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女孩一打电话就给你打，我没有办法进入工作状态。刚到这几天习不习惯吗？咋样，工作归工作是吧，咱们也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个还是最重要的。那句话怎么说，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能当你过几天你会觉得刚开始这些东西现在想来可能累是累，但是你也确确实实学到了很多事情嘛，对吧？
是他。他怎么了？啊，他哭了。压力太大。哎呀。这才第二天。我不知道明天怎么办。各位律师好，我叫许文婷，今年是24岁，我的本科与研究生都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先后在冒众杯国际仲裁模拟法庭参与了相关的比赛，然后也在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了实习。他有做诉讼的潜质，对，表达是非常非常好的，对，临场反应、基本待人接物能力还是不错的。对，是的。很遗憾，刚才那位没通过。总体跑偏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在刑事上一骑绝尘的在跑，但民事上我先问你，这个保险合同是有效的吗？免责条款看了吗？我根本找不到你的逻辑线在哪。受挫，而且有落差，对吧？刚开始的话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因为你不熟悉嘛，然后你很多东西可能也是第一次去接触，那我们可能完成的没有那么的完美，万事开头难嘛，所以说不要有这么大压力，好吗？好的。其实就加油，加油是最重要的，然后多吃饭，让自己多开心一点，好吗？好的。加油。工作焦灼，情感的港湾。好，我要回去加油了。我现在时间很紧迫来的。其实我现在特别担心的点是输出，到时候能不能说出来？对，这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练。哦，他又迅速投入工作状态了。对，职场人的心酸就突然间。最好每个人还是要说的都差不多，体现那种 teamwork。你看他没有任何人看出来，他甚至眼睛都不是红的。对，不想让这种情绪干扰到他工作。对，哎呀，也不能互相矛盾。是的。就是可能我会比较允许自己啊，比如说哭一场，然后但是下一秒可能我就好了，就是接受低谷，然后触底反弹。坚韧，但其实它好像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呢，一下子。这个品质是很好的。嗯。9:30了，对 ，Kim 要回家了。我是不是我做好？发群里就可以。OK， 你可以早点。你写好了是吗？嗯。那把我的书给我弄一下。好。效率好高呀你。如果我写的有什么错了，或者是你们不明白的话，你们就跟我说吧。OK， 我们以那个修订的形式来发给你。OK。写完了，下班了。他真的哎，他到这个点一定会反卷斗士。然后现在看一下他的那个怎么样呢？漂亮，第一段就实质性相似。对，就写了实质性相似4个点是吧？通篇都是实质性相似。我就说他自己心里还有一套，人家在争改编权还是复制权的时候，他一直在主攻实质性相似这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出了偏差。嗯，我们一开始说这个实质性相似是最弱的一个点，结果现在反而成了我们最强的一个点，是吗？他自己的嗅觉是准确的。对，我没理解错吧？我觉得要以实质性相似为重点。对，但是实质性相似，我们是和他们是对半开的一个力量对比，但是作品的话，我们是作为一个杀手锏的存在，7-3开或者说6-4开这样，你觉得呢？
啊，破裸了，咋整吧？哥，你是研究著作权法的，你是研究知识产权的。他其实就是听他说了之后，他一下子就，一下就绕进去了。对，人绕着跟你说，说一别的你也晕啊。你混乱的点在哪里？嗯，不知道就，总感觉。不是，你只要，你真的你没有法律规定，你只要自己说服自己就行了，因为真的没有明确的规定说一定是对的或者一定是错的。如果有规定就不会要我们辩论了。你也不要怕错，错了就错了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对吧？总比想不出来好吗？我觉得，对吧？哎，他就是很理直气壮的说一些可能并不是并不是特别值得推测的方式，对，这点很厉害，甚至认为他说的是很对，因为他太有理由了，他看起来就是他的语气让我觉得好像是真的哈。这个人居然跟我写，居然跟我的观点一模一样。本质上，演艺作品必须原基础上进行独创性变化，这种变化应该是智力劳动的体现，不能以最终表现形式来认定为其为作品。所以，有论文的观点是支持我们的这个观点的。我现在爽到了，我现在爽到了，害怕了，队友害怕了。你一爽我就害怕了。我现在爽到了，我现在爽到了，是这个意思吗？我现在有点懵，你有点懵。对，我有点懵，两个人都懵了。肖阳更懵。我居然是个小天才。要不要已经没有他的文章？可以，可以，我找一下啊。哎，爽到了。好像可以水洒的，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你看到我？没事，不用那么没出息。今天狠狠的踩踏他们。不行，笑到我了，戳中我笑点。真都假都啊！差不多了，是吧？我再检查一下，直接把全部。我直接放在这方面。你这个部分是补充在第一部分。补充了。然后第一部分。我补充了这个时事相互解。稍等一下，我马上把这个加上。我发群里了，出稿。下班喽。我把这篇看完，你们先走呗。拜拜，明天见。Thank you.